作为全球唯一一家八星级酒店，餐厅竟然不是米其林等级，那以后还怎么说我是全球最奢华的酒店？不，我绝不能允许，因为我的失误给酒店带来名誉上的损失。 没事，请以酒店的名义拜托老总再给我们餐厅一次机会，让他试试一下我们餐厅的拿手菜。我们酒店的未来。哦，还有主厨的声誉，全靠我们。啊，好，我这就去。啊，没事没事啊。哎呦。 什么呀？是他，或者不是他又怎样？他不就是作者创造出来一个角色吧？系统提示：本集名篇的任务是保证冷庭涵的食品安全。食品安全？哦，对了，冷庭涵被对方下了药，与女主角贝韵秋一夜春宵，中了美人计。哎，等等，后面剧情什么来着？ 哎呦，就是因为下药这个跟我不喜欢，我都没追下去。保证心结，美人计，任务。哎，还有什么来着？能告诉我你在烦恼些什么吗？于贤贤。 你都去哪儿了？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在找你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才就是有点担心你，能再见到你，真太好了。没想到于经理对客人会这么热情，我倒是对贵酒店的服务有了更新的期待啊。 怎么这么客气啊？啊，你不会是因为对我表白那事儿？对不起，于经理。嗯，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，我实在不懂你在说什么。第一次见面？那你怎么知道我叫于贤贤？ 他已经忘了我了，也不记得之前的事。如果于经理没什么事情的话，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您先休息。我在期待什么？ 怎么可能还记得我？也许上一次只是系统 bug， 再也不会出现了。冷庭寒只是一夜腾虫的主角罢了，我该专心完成任务才是。可是，心里为什么这么难受？于经理，哎呀，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冷总答应了吗？啊，对不起，我给忘了。哎，等等。 能请冷总尝一下这份甜点，再做定夺吗？对不起，我马上去，我把正经事给忘了。小贝啊，谢谢你来救场。
相信冷天寒吃了你做的甜点，一定会再给我一次机会的。王叔，您太客气了，我可是加了猛料，他肯定会喜欢的。好。郎总，郎总，小说世界这么不严谨了吗？冷总，实在抱歉啊，让你有了不好的体验。这是我们主厨精心准备的甜点，希望您能原谅我们的过失。道歉就不至于了，我只是根据规则给予评判。我想，这次于经理来，是为了能让我再给餐厅一次评星的机会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太好了。郎总，您的意思是，愿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？既然你们的主厨都已经做了这么一道精美的甜点，那不如我吃过之后再做评判。这么好说话？等等。总感觉有什么不对。本集一篇的任务是保证冷庭寒的食品安全。食品安全。别吃！好险，差一点任务失败。我记得冷庭寒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吃了什么甜点被下药的，这甜点绝对不能吃。于经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您还是别吃了。为什么？不好吃？啊，对，不好吃。贵酒店想获得再一次评星的机会，却让主厨做了一道不好吃的甜点给我。看来你们酒店对我的意见很大呀。不是因为啊，是我开的车。哦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不如成人之美。总不能为了你不被下药，我被下药吧？李经理，请吧。哎，总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不是故意的？于经理，你知道吗？我平生最讨厌的人，就是浪费食物的人。你们酒店想要获得再次评星的机会，可以。但是于贤贤，你要付出相应的代价。今晚来这里陪我吃饭。吃可以拿一块啊，可好吃了。难道没下药？于经理，我给你隆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酒店新来的甜品师魏云秋。
全。